月十三号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，对我还有对奕华妈妈，对家我爸爸，但是我相信那一天对很多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，因为我相信这个影片会改变很多人的生命，所以 Love Life 一定要看，而且很认真的从头看到，要准备卫生纸哦。